干我了。再等一下吧。啊？阿美，阿美！哎，他们来了。抬酒，秋明，抬酒，走来，快点啊！哎呀，慢点儿，常给急的。鹏哥，啊，给你酒。你先给别人吧。哎，还是给我吧。来，快多点。你没看出来，鹏哥对阿美有意思，对你没兴趣。你就没看出来，我对你也没兴趣。嗯。都喝好了没有？好。下水。下水了。快点。都准备好了。花去户龙好了没有？好。有请康乐老龙出海。有请康乐老龙出海。乡亲们，年年赛龙，我们都输给了金龙村。今年，我们一定要齐心协力，争取第一，夺取胜利。争取第一，夺取胜利。争取第一，夺取胜利。上齐了，你看他们都来了，叫他们上座吧。你忙着，我去招呼了啊。哎，哎，动作快点，快点。来来来，快点，快点。凤芝，这次我们要是赢了，我就嫁给你。真的？看着，你们要是又输了，我就嫁到金龙村去。哎呀，这也太残酷了吧！哎呀，你少啰嗦，快去搏吧。行啊。哎，各位兄弟们，凤芝啊，刚才说了，如果这次我们拿了第一啊，他就嫁给我。要是输了呢，他就嫁到金龙村去了。哎，各位兄弟们，为了我呀，咬咬牙，咱们拿这个第一回来。兄弟，你这老婆娶定了。哎，凤芝儿，
准备嫁妆吧。好，秀明这辈子能不能娶上老婆呀？那可就要看你们的了。怎么样？没问题。这回呀，拿第一，肯定有希望。阿梅，你可得给我们喊加油啊！放心吧，我组织了一支拉拉队。好，来，都吃好了没有？上龙，出海。回家乡，今天听说是龙舟大赛，我怎么能不来呢？听说，听说，罗连长，去年你们镇上的冠军队是谁呀？哈，难，历年都是那个金龙村，今年可就难说了。罗连长，这你就不必担心了。今年的冠军，我们是拿定了。你和荣先生就准备给我们颁奖吧。李镇长，你定有这么大的把握？我们金龙村人办事啊，都有必胜的信念。荣先生，你已经三下我们玉龙镇了，到底选了哪个村作为你的投资对象啊？哦，你们镇上这十几个村啊，那是各有所长啊。我是要选择一个好的合作者。爷，就选我们金龙村嘛。跟我合作，保证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哎，龙先生，快看，我们的金龙来了！哇，好，好，果然是威风八面呐！龙先生，他们的乡镇企业搞得也不错哦，电风扇、电饭锅全评上了优质产品啊！是吗？是得了冠军才发红包，我超前先发，来，来，来，这回合加油干啊！来，拿着，我这，快看呐，大姐夫在搞什么花样呢？看看去，走，拿着，来，接着。哎，我那个，哇，这么大的红包啊！这不成心给我们颜色看吗？哎，我们村长怎么不发呀？就是，大家别眼红，我们要顶住这物质刺激。嗨，还是你顶吧，我可顶不住了。哎，李村长，你是不是发现反风格，连我们也一块发了吧？啊，连我们也一块发了吧？是银龙村的兄弟啊！哎，只要你们投奔我金龙村，我每人发两个大红包。哎，今天过节也给他们封一个吧。嗯，好。赵厂长说了，给你们发利是。来吧，都过来，过来。大姐夫，快点！就算你财大气粗，哎呀，也不能公开吧，我的人呢？大姐夫。你也太那个了哟！是二位村长啊？怎么，这红包白给都不要啊？啊！那位姑娘是谁呀？啊，她就是大名鼎鼎的银龙村的副村长欧阳梅呀、啊。哎，是李村长的小姨子。哦。是发动机，发动机。哦，我说他们今天这么大力呢。银龙加油！银龙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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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梅，胆子不小啊你！加油！我怎么变小了？我哪有这么强？银龙加油！
怎么这么不争气？秋明，有什么？秋明，真没有。阿梅，要想超过金龙不容易吧？大姐夫，你也别太狂了。狂？这叫实事求是。我告诉你们，姐夫，别不服气，回去啊，好好练两年吧。不行不行，再见了。我领了奖，欢迎你们到我家卡拉 OK。走，再见。别不服气。哎呀，行。老阿公。这下您老开心了吧？有这么好的两个村长孙女婿啊，多亏你镇长培养啊。金龙村、银龙村的两位村长都是欧阳公的孙女婿。哦，老阿公啊，您有这么两个孙女婿，那你喜欢哪一个啊？一个太黄，一个太犟。欧镇长，你说怪不怪？过去他们俩在一块是有说有笑的，现在改革开放了，他们像一对公鸡斗起来了。老阿公，这不叫斗，这叫竞争，有竞争才会有进步啊。那好，那就让他们争吧。你们看呢，他们像不像落汤鸡啊？说的对，像落汤鸡。这回没话说了吧？我只能嫁到金龙村去了。哼，嫁吧嫁吧，我也想嫁过去呢。没看嚷嚷别人大红包呢吗？大红包怎么样？没有大红包就不能得第一啊？反正影响士气。是啊，不影响士气也影响视线。你看那红光一闪一闪的，看着都眼晕。咱们村长也太不识做了，白给吧还不让要。哼，哎，反正啊，跟着咱们这种村长就别想。别想怎么着？你别想吃不饱，输了就输了，埋什么？别看这红包就眼红。咱们不搞物质刺激，何况眼下咱们也搞不起来。村长最后一句话才是实话，没有经济基础，当然搞不起。就自己不行，还看不起别人。就是比我们有钱。人家金龙村去年提出和我们合资，只要我们以土地入股。可咱们坚决不干，结果2万多平方米的土地白白浪费一年。是啊，人家金龙村都成了风扇王国、电饭锅王国了，咱们银龙村还是小河里的泥鳅。怎么，想开我批斗会呀？看我不行，你们谁行？谁上来当村长啊？你怎么这么说话呢？听你大家的意见也好吗？这叫什么意见？这是发牢骚。谁看见大红包眼红了？今天李村长不是动员你们投奔金龙村吗？好啊，看人家好就去呀！我王志强拘不了你们。你又来犟脾气了，大家可别往心里去啊！我去劝劝他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哎，走吧走，啊，走走走，这回可真成了落汤鸡了。走吧走吧。爷爷，吃饭了。二姐，哎，阿梅，怎么了？我二姐夫回来没有啊？没有啊，出什么事了？你呀，快劝劝你那个犟老公吧，他把村里的年轻人全给气跑了。什么事儿啊？爷爷，赛龙输了，村里的年轻人给二姐夫提了点意见，他就又来了犟脾气，叫人家看哪儿好就上哪儿去，结果邱明带的一帮人全跑了。跑哪儿去了？投奔金龙村去了。胡闹！还不快给我追回来！喏，他，志强，你回来了。村里年轻人跑了，你知道不？跑吧，都跑了才好呢。你这是什么话呢？哦，你知道跑了，你不去追？我说过不拦就不拦，他们跑了，地球还不转了？亏你还是村长，怎么这么不懂人的重要？阿梅，你现在已经是副村长了。嗯，你去把人给我追回来，跑了一个，我找你算账。爷爷，你别着急，我这就去。
就应该这样嘛。好主意，太对了，对了，对，这能治吗？就得这么干，两种功夫，这两种功夫一辈子嘛，就应该这样。哎，行了行了，肯定行。今天咱们的会呀，开得特别的好，看来咱们村呐，这回真的要腾飞了。嗯，大家还有什么建议吗？嗯，爷爷，您还有什么高见呢？高见没有，只是希望快点儿。哎，阿公，您急什么呀？不急，我还能看得着吗？大家千万注意保密，那金龙村的手脚可快了，万一漏出去，人家又抢先了。嗯，对，这是纪律，任何人都不准透露。哎，只要你和阿梅不告诉李村长啊，我们谁也不会说的。哎，你说的对。最危险的人物啊，就是你们的大姐夫。就是你们大姐夫。那可不一定啊，凤珍天天喊着要下到金龙村去，咱们可不能不防啊。啊，哎，你说什么？我打你就是你。哎，还有啊，我在想，人家金龙村发展的快，主要是有人才。现在商品竞争实际上是科技竞争，也就是人才竞争，人家金龙村就懂得借财发财，我们缺的正是这样的科技人才。对，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嘛，我们也得想办法借个像金轮村那个智多星，叫做曹鑫啊，对，曹鑫这样的。听说金轮村就是全靠他的科技产品才发了财的吧？哎，那我们也把他借来用用不行吗？他是金轮村的摇钱树，李村长肯借给你。他又不是金龙的人，他只是被借聘去的，借聘在一定期限内就是金龙村的人。哎，诸位，我倒有一个好主意，咱们要是真想把曹鑫借过来呀，只要有一个人亲自出马，那保证是手到擒来。谁呀？那就是阿梅。阿梅。阿梅。对了，对，阿梅她准行。哎，不行，千万不能让阿梅去。阿梅要是去借呀，说不定那个曹鑫没借来，他反叫人家拐了去了。哎呀，怎么可能呢？怎么不可能啊？阿梅这么年轻漂亮，别忘了。那个曹鑫还是光棍一个呢。凤珍说的有道理，还是换个人去吧。你急什么？就算阿梅不叫人拐去，你就能拐得到了。哎呀，有我也轮不到你呀。哎哎呦，你又说什么？没说什么。为了村里的利益，明天我就去会会他，只要他没卖断给金龙村，我就有办法。哎，真是好样的。对，必要的时候啊，你就给他放点电。对，别，借人就借人，千万别放电。这你这个人哪什么都会，就是不会放电。去你！看他几个门。李村长，哎，你来了。赵厂长在吗？在楼上呢。啊，好，你妈好。你要的那个品种啊，我们现在已经不生产了。我给你换一种怎么样？啊，哈，啊，李村长，哎，啊，曹工你在这儿啊。李村长，你先坐。哎，叫豪华小天使，现在很抢手啊。哎，电风扇现在供不应求。好啊，咱们再开它两条生产线。生产线是增加了，可是没有人呢。哎，不行啊，只能给你500台。好，就这样。哎呀，李村长，你可来了。我们的电扇现在是供不应求啊，可我们现在急需劳动力啊。不是已经派人到外地招工了吗？是啊，可远水解不了近渴呀，我们现在急等人开工呢。哎，你们到附近几个村跑跑，先招他点临时工嘛。你当是改革初期呀，现在村村搞工业，哪还有剩余劳动力啊？赵厂长，我呀带来一个好消息。牛科长，人怎么样了？有我你还急什么？我呀，给你调来了一个部队的兵力。一个部队？从哪儿调来的？5038部队呀，第一批52人全在楼下。太好了，看看去。走，咱们去见见工人去。李村长，一起看看去吧。哎，你们先去，我们马上。你们随后来吧。你小子真行啊！注意了，立正。报告厂长同志，我第一批人员全部到齐，请指示。部队呢？这不是吗？哎，我说的是5038部队，他们就是5038部队啊，就是村里
50岁左右的三八妇女部队嘛。哎呀，这么个503八部队呀、啊，我当时真的部队呢。你开什么玩笑？这些老大嫂能到车间里当工人吗？你不急着要人吗？哎，他们虽说老了点，可他们责任心强，这是胡闹。赵厂长，是不是不喜欢我们呢？是啊，是啊，那怎么样？要不要我们呢？喜欢，非常喜欢。他就是李村长的太太，503八部队长。喜欢我们就留下了。留下，这可不行啊！眼下我们急需的不是你们这些503八，而是2038，也就是20岁左右的少女队呀。怎么，2038，还想在村里找啊？连门都没了。早两年呢，就都转到23产业去了。村里的农业养殖业全靠我们503八在干，要不是牛科长说工业等着用人，我还舍不得把人给拉来呢。既然不需要，那我们就回去了，拜拜吧，同志们，杀回原岗位，撤。这么好的队伍都不要，那只能出去招工喽。去招，马上去。半个月你招不回人来，我就扣你的工资。哼。就这样干。好。哎，人看了吗？哎，怎么样？别提了，回去说吧。李村长，等等我。阿梅啊。大姐夫，看见我来了就走，想躲啊？你又不是来讨债，我躲你干什么？赵厂长。啊。你就是曹工程师吧？啊，是的，我叫曹新，你是？哦，我叫欧阳梅，银龙村的。啊，我来介绍一下，他是银龙村的副村长，李村长的小姨子。久闻大名了，第一次见面，非常荣幸。我也非常高兴见到你。阿梅啊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吧？说实话，找你没事儿，找他倒有事儿。曹工。我有些事想请教你，你现在有时间吗？阿梅同志啊，哎，真不巧，曹工还真有事儿，我们还……是吗？你有事儿？我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就好。哎，赵厂长，你别怕嘛，我又不是来抢你的人，我只是想借人。借人？借人？是啊，哎。你们别这么紧张好不好？我只是借一会儿，现在3点钟，借到5点，下工时还。怎么样，曹工？没问题，2小时够吗？够了，初次见面哪有那么多话说？那我们到外面找个地方谈谈吧。哎，怎么，到外面谈呢？哎，不用了吧，到我们接待室，我有香茶招待。我说赵厂长，你们的接待室是不是装了监视器啊？哪能呢，我们年轻人喜欢边走边谈，是不是曹工？啊，是，只是我还不知道谈话的内容，就我们两个人边走边谈。啊，这不用怕，没人会怀疑的。赵厂长，大姐夫，你们不会怀疑吧？这丫头，哎，不会，怎么会怀疑呢？那好，待会儿见，我们走吧，曹工。好，我去了。哎，曹工啊，你没到过我们银龙村吧？哈，没有。其实啊，我早就想去找你了。不好，我有预感。什么预感？他们很可能相爱。怎么可能？初次见面，那不比电影里一见钟情还快了？我还就怕他们一见钟情，不信你看呢。我担心，阿梅早晚要把曹鑫拉过去的。拉哪儿去？拉到银龙村去啊。啊，他会来挖我的人？像这样的设备一年能生产多少台风扇呢？年产420万台吧。哇，这么多呀，都是一个品种的吗？啊，不，款式是不断变化的，现在商品竞争激烈，款式一定要不断的更新换代才能够适应市场需要。金龙村的工业已经够规模了，可我们银龙村还很落后。哎，听说你们银龙村也不错嘛，你那里有不少的三来一补工厂。唯独缺少名优产品，
更缺少像你这样的科技人才。哎，曹公，听说你还在研究一项新的专利项目，你能不能帮帮我们银龙村呢？希望我怎么帮你们？希望你帮我们设计一个新的能赚钱的投资项目。这，我现在是被金龙村借聘的。我们也可以借聘呢。这恐怕不行。李村长他，他是我大姐夫，没问题的。我要是帮了你们，他会不会反对呀？怎么会呢？说不定啊，他还会高兴呢。他常说要帮帮我们。是吗？哎，他说要帮你们银龙村了啊？是啊，帮我还不就是帮银龙村？也对，你是银龙村的副村长吧？这样吧，我抽个时间到你们银龙村去看看，看看投资环境怎么样。这太好了，你想哪天去？你希望我哪天去？我希望你明天就去。明天？明天是星期天，我是准备回城里去的。这样吧，那我就改道去你们银龙村吧。那太好了，我可以用小船来接你，你还能看看我们水乡的风情，美极了。完全可以想象，一定会很美的。那就这么说定了。说定了。哎，我就说嘛，只要阿梅亲自出马呀，曹鑫保证手到擒来。就是。哎，你们看呢，他们俩有说有笑的，多亲热呀。哎呀，我看有危险了。什么危险？你们看呢，这风景多美呀，再加上一个美人划船，那曹鑫还能有魂吗？倒霉喽。哎，快看呐，真的啊，阿梅呀在向曹鑫放电呢。完了，峰哥的魂没了。哦，我看看，我看看，哦，掉泪了。哎，他们来了，我们快走吧，走，我们快走吧，快走吧。哎，等等，等等，峰哥，峰哥，快走吧，他们船过来了。李轩，快点！哎，来了。这和养殖业可就全靠你了啊！没问题，李村长，你就放心吧。好，那你辛苦一下。李村长，哎，你找我？对。哦，你们还有事啊？我一会儿再来。哎，曹工，曹工，曹工，我们都谈完了，这些天你可辛苦了。不辛苦，徐副村长，谢谢你送了那么多水果啊！小意思，自己果园出的，吃完了再拿啊。我还有点事儿，你们谈。哎，曹工，请坐。来喝点茶。李村长，今天怎么这么客气啊？两天不见了吗？怎么样，这两天玩得开心吗？开心，挺愉快的。听说你去了银龙村。怎么，这你也知道？是我小姨子欧阳梅亲自接你去的，玩了整整一天。是啊，他们是想让我帮忙看看有什么合适的项目好上。你看他们的工业情况怎么样？那还不如金农村。去年他们凭了20000平方米的土地准备投资建厂，我想跟他们合作，王村长还不干，现在还闲在那里吧。这你也知道啊？银龙村那点底儿啊，我是了如指掌。咱们今天不谈这些，我找你是想关心你的个人问题，你不反对吧？我个人这点底，你不也是了如指掌吗？你一直像老大哥一样关心着我。曹公，都快30了吧？我想问你，你想不想成个家呀？成家？啊？想是想过，可太难了。哎，不难，我给你参谋参谋。你想找个什么样的？一定想找个城里的大学生啊？不，我不一定非要找一个城市人。那么农村姑娘也可以了，有门。那么你是喜欢温柔点的，还是喜欢热情豪爽的？大多数人喜欢温柔的，
可我喜欢豪爽、热情、敢想敢干的，当然还要年轻漂亮。这就更有门了。怎么样，我现在就给你介绍一个。谁？我认识吗？当然，银龙村的副村长，我的小姨子欧阳梅。啊，是他。怎么样，有印象吗？有，印象很深刻。这姑娘还不错吧？啊，那是，当然不错，只是她能看得上我吗？咱们先不说她，先说你，你能看上她吗？这人性格倒是挺可爱的，人也……咱们直来直去，你说实话，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？喜欢，很喜欢。喜欢就行。明天我就叫我老婆去跟他谈，这姐妹俩呀，感情好极了，一谈准成。不过我可有个条件。还有条件？是啊，如果这事谈成了，你必须把她娶到咱们金龙村来。啊，行，没问题啊。我在村里给他们盖一座三层高的小洋楼。哎，你可绝对不能被招到银龙村去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，只能把我招过去，不能把她娶过来。哎，错了，只能把你招过去，不能把她……你这也不对啊。我明白了。哎，我是李景田。阿梅呀，找曹公？怎么找到我这里来了？也追得太紧点了吧。哎，听我说啊，后天一定到你大姐那儿去一趟，她有重要的事儿跟你商量。好，叫曹公跟你说话。好。阿梅，啊，我是曹鑫的。我这里一切都准备好了，明天你能过来吗？啊，我能过去。哎，你可绝对不能被招过去。啊，我不过去。啊，只能把她娶过来。啊，只有你过来。啊，不。啊，你不过来，我过去。我过来。对了。这才对了，明天老地方见。搞定。哎，还有，你能不能让他把那项专利送给我们？送？啊，不是送，是买，高价买。这还差不多，我试试吧。哎，走。125度，完全符合设计要求。哦，好啊，这个成果完全可以杀灭各种细菌和乙肝病毒。太感谢你了。你把这么好的专利给了我们，这样我们银龙村就有了拳头产品了。不用客气，这是我的责任嘛。哦，对了，你们可以向省里申请来进行技术鉴定了，同时做好投产的准备。我相信群众肯定会喜欢这个产品的。对，肯定，连我都想马上买一台了。我也要买一台。哎，现在乙肝这么流行，有了这种电子消毒碗柜啊，那就保险了。诸位，好事多了，这回啊，该咱们银龙村发了。对，该我们发了。你可要当好这个厂长啊！大家这么信任我，我一定尽全力。到时候还希望大家齐心协力啊！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你这么帮我们，李村长知道了会同意吗？啊，会的。他不是跟阿梅说过，要帮你们吗？啊，再说，他很支持我来银龙村，只是还有个条件。啊？什么条件？什么条件？这个嘛。暂时保密，等条件成熟了我再告诉你。啊，好了，我该回去了。哎，别急嘛。哎呀，吃完宵夜再走吧。吃了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玩完卡 OK 了再走吧。吃完饭再走吧。玩会再走吧。我真的有事情。我还是用摩托车送你吧。啊，太好了。阿梅，这么晚了，摩托车危险，还是我用汽车送曹公。给我靠边站。还是坐摩托车好，又快又舒服。走吧。好，那就再见了啊，我走了。好，再见，再见啊，再见啊。哎，也不来了啊。哎，再见，回去吧。慢点走啊。得，技术是引进了，可咱们阿梅小姐却要输出了。哎。我真难过呀。阿梅输不输出和你有什么关系啊？要你难什么过？嗨，
我是反映冯哥的心情。冯哥才不像你呢，他一点也不难过，他是高兴。你看冯哥那样，走了，冯哥，我陪你回家去吧。我看看，他现在是什么也听不见。完了，这回冯哥的魂儿可是真丢了。去你的吧！找我吗？我有事找你。啊，没有啊。这个大姐夫又搞什么名堂，现在这么忙。哎，你没事那我回去了。哎，你别走。哎呀，我想起来了，他还真有一件大事要我告诉你的。什么事儿？哎，你等等啊。芳芳，爷爷都过来。哎，来喽。哎呀，那边卖鱼我不操心也不行。什么事儿，厂长？哎，把账给我看看，我看看你们算的对不对。哎，我拿给他看看。没错，一共是872斤，每斤1.68元，总共是1464.96元。哎呀，有我们俩你就放心吧。没错就好，在咱们5038部队里啊，就数你们两个最年轻，将来接班呢就全靠你们了。都给我精明点。哎，放心吧，厂长，没事了吧？回去吧，把网收好。好了。你可真够累的。哎呀，能不累吗？这两个月啊，我都瘦了30多斤了。哟，没看出来嘛？气性。哎，啊，我问你，最近是不是有个小伙子老来找你？小伙子找我？啊，嗯，没有啊。嗯，怎么没有啊？就是我们外聘的工程师曹鑫。你是说他呀？哎，那不是他找我，是我总找他。一样，这就对了。哎，你等等，我过来啊。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？喜欢，还不准确，确切的说是需要。需要就是喜欢嘛。这啊，你大姐夫可猜对了啊。他和我商量，让我啊跟你们做个媒人，帮你们牵牵线儿。等你们结了婚呢，就搬到金龙村来。他呢给你们盖一座3层高的小洋楼，你呀、啊。想干什么工作都行啊。我大姐夫真行，他想的也太周到了。哎，这是不是他的条件？条件啊，条件就是你必须要嫁到金龙村来啊。挺好，可惜他想晚了，我们已经恋上爱了。啊，已经恋上爱了？是啊，而且我们也商量好了，等结了婚，不是我嫁到金龙村来，而是他搬到银龙村去，做银龙村的人。我们自己盖一栋8层高的大楼，到时候啊，你们就等着喝喜酒吧。什么事啊，厂长？什么事，厂长？哎呀，不好。怎么了？不好，出什么事了？你们厂目前的生产线目前有4条啊。今年还准备发展？准备再建2条。哦，李村长。哎，你的电话。很好。哎，请继续往前走。你跟我参观。是我，我在电饭锅厂。你大点声啊。是吗？就这么快啊？会有这事儿？哎，曹工啊，是我找你。啊，有急事吗？哎，坐下。啊，最近你经常到银龙村去？不，不常。偶尔有事。你和阿梅已经恋爱了？没，没有啊。那你们谈什么？谈工厂了，谈技术了。
这你就没跟我说实话了。我的最新情报，阿梅亲口说的，你们已经恋爱了。他真那么说的？还说要把你招到银龙村去，你们俩要盖座八层高的大楼。盖这么高的楼是结婚呢，还是办公啊？是啊，我也觉得奇怪啊。这么说你真的不知道？村长，我发誓真的没谈过。这个丫头，她这是想吓唬我呀。嗯，我还真让她给吓着了。不过也不能掉以轻心，干脆你主动向她进攻，明确地告诉她你爱她，要娶她，可条件她必须嫁到咱们金龙村来，而绝不能你被招到银龙村去。对，这个我心里全明白。好，走。去哪儿啊？香港的荣先生请吃饭，谈投资，你陪着我。饭桌上如果我说漏了，你给我补充着点。其实你已经是谈判专家了。哎，走吧。哎，看到王村长了吗？好，在那边了。在质量上，王村长，阿梅，最新消息，香港的荣先生回来了，住在镇上的南环酒店，好多村都想拉他投资办厂呢，咱们去不去？去，这是一次机会，不能错过。哼，那么多人找他，能轮上咱们吗？应该主动争取嘛，他的投资量很大。我听说他是想要建一个国内最大的空调器厂，哎，要是能争取到他来这投资，我们那2万平方米空地就可以用上了。办这么大的合资厂，咱们也没有经验呢。经验是干出来的，不是等出来的。别犹豫了，快走吧。村长，我觉得阿梅说的有道理，我们只有敢于办大厂，才能追得上金龙村。嗯，你说呢？村长，好，听您的，走，走，走。金龙村的车，是李村长。啊，欢迎欢迎，刘先生。哎呀，你好，李村长。哎，你好。哎，我们的总工程师曹鑫，见到您非常高兴。好，这是我的助手程先生。你好，你好。请，你好，先生，请。好，请，刘先生，请。来迟了一步。不止迟一步吧，看来早就约好了，不然龙先生不会在门前接。李村长真是动作快，信息快，这点儿不服不行啊。王村长，欧镇长到处找你，他让我通知你和欧阳梅副村长立即赶到县委周书记那里。有什么急事吗？去了就知道了。你们呐，信息太不灵通了，这点你们要学李锦田，他是看准了就抓住不放。你们看，他刚刚来电话了，说是已经和荣先生达成协议了。哦，这么快？不快怎么行啊？这次荣先生准备投资几个亿，搞一座现代化的空调器厂，准备和金龙村的风扇厂连成一体，成立一个集团公司。他们志在海外，要去夺取北美和东欧市场，你们怎么样？还在小河沟里转呢？他们已经觉悟了，现在上了电子消毒碗柜，行情不错。不能满足。现在全县都在你追我赶。新州的电饭锅产值达到了2亿，乐乡的热水器也是2亿，金龙村呢，明年可能达到4亿。你们要是再不追，可真的来不及了。我们已经意识到了，我们岂不是晚了？但我们有决心，三步并作一步走。对，是得三步并作一步走才行。今天请你们来，是想和你们商量一件大事。请欧镇长说说吧。是这样，我们经过大量的市场调查，决定建设一座现代化的电冰箱厂，准备投资2亿，
年产20万台。我知道你们平了2万平方米的土地还没有使用，想和你们合资，你们就以土地入股，我们搞个正村合资，你们的意见怎么样？这可太好了，搞定冰箱肯定有大收益，和镇委联合那就更有信心了。感谢镇委和县委领导在关键时刻帮助了我们，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的。好，这才痛快嘛。过去因为受到地理条件和经济条件限制，我们的乡镇企业是在夹缝里求生存，只能提倡船小好掉头。现在不同了，现在我们积累了足够的资金和经验，完全可以搞大投入，求大效益，这就叫大船好冲浪。我们是该走出小河沟了，是该到大江大海里去闯闯风浪了。你们呢，要说干就干，立即行动。好，我们回去立即动员。这次银龙村真的要飞了。好了，快回去做准备吧，我也回镇里通报一下。啊，再见。好。阿梅啊。啊。我听说你个人也在搞项大工程。我个人能有什么大工程啊？我听说你在搞人才竞争，金龙村的智多星曹鑫是不是落在你的手里了？那可没那么容易，那比上电冰箱啊难多了。那就知难而上，祝你成功。这是空调机场的办公楼，这是生产厂房，啊，这边是配电所，占地总面积是18000平方米，机器设备全部由荣先生从国外来引进，计划10月底竣工投产。好极了，我走啊。好，明天就把这个模型送到玉龙宾馆，请荣先生给鉴定一下。好。曹工，嗯，科举人员的队伍建设你还得想想办法。我打算动员我的老师和同学都来这里做一份贡献。这就太好了。村长啊，听说银龙村和镇委联合起来要搞一项很大的工程。什么工程？现在还不知道，赶紧去打听一下，什么工程，上什么项目。好的，看看，看看，追上来了。这银龙村和镇里结合可是后劲十足啊。银龙村可不能小看呐，很可能后来居上啊。这太奇怪了，到现在还不知道搞什么工程。不行，我得亲自去刺探。哎，这就对了，王村长是你妹夫，阿梅又是你小姨子，他还能向你保密啊？啊，说去就去，兵贵神速，给他来个猝不及防。这是未来电冰箱厂的模型，这是主楼，这是车间，它的占地总面积有2万平方米。村长，金龙村的李村长他要上来见你啊。啊，他怎么来了？可不能让他上来，我挡不住他，他一定要见你。他人在哪？在接待室。哦，曹鑫也来了。这家伙搞什么鬼？你等等，非得闯上去看看。哎，你。哎呦！哎呀，大姐夫，你往哪儿撞呢？你二姐夫呢？怎么还不下来？哎，他正在开会呢。开什么会？保密。对我还保密？就是对你才保密呢。哎，他说了让我陪你回家坐，晚上他陪你喝酒。喝酒？嗯，就他那2两酒量，一喝就醉。哎，醉了不更好吗？他一醉呀，准胡说八道的。阿梅。哎，曹公你也来了啊？哎，正好晚上我也陪你喝酒。啊，曹公，咱们到他家喝酒去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，我呀沾酒就醉。啊，这才叫酒不醉人，人自醉。大姐，上菜了。哎，哦，喝，多吃点。哎，菜来了。这好。趁着吃啊。嗯，哎，老公吃菜。大姐夫，马上马上来啊。哎呀，少喝一点，多吃点菜。酒喝少了，你怎么说心里话？嗯，没错，我和大姐夫好久没聚了，咱们今天啊不醉不散。来，你也一块吃吧。不了，阿兄一个人在厨房忙不过来，我还得去帮帮他呢。你啊，多吃点菜啊。好的。哎，大姐夫，曹公，你们喝呀。嗯，梅子，这刚几杯啊，
这舌头都硬了。大姐夫，你别再管他了，再喝他又该胡说了。二姐夫，啊，你可不能把什么秘密都泄露出去哦。哎，放心，少喽不了。咱们是玩，哪有什么秘密啊？就是。哎，你不行了吧？不行，那咱就较量较量，让你看看我的后劲儿。你还有了后劲儿？别管他。哎，那我今天得看看这后劲儿有多大。哎，来，咱们俩也干一杯。不行不行，我一闻酒味儿就醉。那我陪你出去走走。老弟，听说你最近搞了个大工程，啊，很大，能不能给他们露一点？我要是说出来呀，能把你吓趴下。哟，这么厉害啊！啊，那快说说，看看我能不能吓趴下。你这次来，就是问这个？哪能啊，好久不聚。想你了吗？想我，在搞什么鬼吧？你能搞什么鬼啊？我是怕，怕我超过你。你小子，我不是小看你。从现在经济实力看，我就是歇两年，你也超不过去啊。我是怕，怕我挖你的人，这更不可怕。将来咱们说不定谁挖谁呢。啊，哎，嗯，来，哎，哎，这俩大活人哪去了？哦，这可真是太神奇了。这棵树变成了桥。听我爷爷说，这棵树是一个年轻小伙子变的，为了帮助对岸的一个姑娘渡过这条河，他就日夜站在这儿伸着手。那时候这条河还很深很深，这小伙子就变成了这棵树，那姑娘就拉着他这变成树干的手，踩着他那变成桥的腿过了这河。可是他总也不肯离开这里，天天就在这棵树周围徘徊，终于也变成了树。喏，哦，你看他们的树干连在了一起，哦，树根也盘在了一起。是，后来他们就这样互相支持着，帮着人们过河，真是太感动人了。阿美，要是我也变成了一棵树。你现在已经很像这棵树了，你从大城市跑到乡下帮助我们致富，这不很像搭了一座桥？你可别这么说，我很惭愧。你不知道，我本来想有了一定的实践经验以后就到国外去了。啊，要到国外去？我叔叔在国外，我也打算去深造一下，可我又犹豫了。我发现这儿完全可以施展我的才干，我的根应该扎在这里。特别是遇见了你，尽管至今你没有对我说什么，可我还是决定留下来，我决心不走了。阿梅，阿梅，我不走了，不走了，好吗？嗯，大姐夫叫我动员你到金农村来，他给我们盖一栋三层的小楼。要是二姐夫动员你到银龙村来，他给你盖一栋八层高的楼，你来吗？八层是工厂，不是宿舍。三层才是宿舍，
可那不是工厂。好，管他三层八层啊，只要我们两个人，就像这老榕树似的，跟连着根，一起伸出手。哎，呵，行啊你！你现在敢拿这么大的杯跟我干？嗯，看来是有一点要超过我的架势。哎，你行不行啊？不行，不行，我敢干。大的，你敢不敢跟我干？咱们哥俩可先说好。嗯，干了这杯，就得说实话。嗯，兄弟，我总不能叫你白来吧？哎，我还要看你怎么下趴下。对，啊，干！这酒还真有点后劲儿。行了，兄弟，说吧。哎，这大活人怎么一转眼也没了？在这儿了。哎。你还什么都没说呢，怎么先趴下了？啊！啊！哎呀！哎呀，你这个人呢，你有这么大的量，就少喝点嘛！不要喝，不要喝，非得喝！大姐，你看他似沉似沉的，哎呦，我拉也拉不动。我来，我来，来来，1、2、3！哎呀，看这成什么样！老婆，我什么也没说。你看清楚点，谁是你老婆？啊！我说，怎么那么胖呢？哎呀，你这个人呢！啊，李书记，这是银龙村的王村长。王村长你好。周书记来了。周村长你好。你们来了啊，感谢县政领导遇成这么一件好事啊。这是你们两厢情愿，也是荣先生你的一片爱国热情嘛。荣先生，家乡的经济建设还需要更多像您这样的海外同胞的支持啊。对，荣先生，您还是家乡联谊会主席，以后啊要靠您多做些工作呢。没问题，香港玉龙同乡会一定鼎力支持家乡的经济建设。好。欧镇长介绍那个欧阳梅小姐来了吗？啊，曹公已经去请了。哦，来了。周书记，您找我？是荣先生找你。啊，这位就是欧阳梅小姐。久闻小姐芳名。咱们初次见面，非常荣幸啊！您的名气可大得很呢，全县都知道您是一位富有的爱国老乡。哎呀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我这又富有又爱国，那就应该做出更大的贡献了。好极了！阿梅，荣先生说，香港每年端午节都举行一次国际龙舟邀请赛，你看我们有没有条件组织一支女子龙舟队去香港参赛？好，太好了。我们水乡的女孩都是划船长大的，只要经过培训，完全可以参赛。你这么有信心？嗯。要是委托你组织一支女龙去香港参赛，你有没有夺标的勇气？只要县委信任，全县人民支持，我一定全力以赴，绝不辜负希望。看我这个小老乡多有志气啊！嗯，参加这么大的国际比赛，既是学习，也是展示实力的机会。记住了。那是个锻炼，赢了可是长中国妇女的志气呀！ 没问题，我们香港玉龙同乡会一定为你们呐喊助威。谢谢。你可以在全县范围内选拔女龙队员，我再派个得力的教练给你。我看呐，
这个队名就叫玉龙女子龙舟队。太好了！全部到齐，请指示。女龙队员们，我受县委委托来当你们的教练。我们的训练目的是为了明年去参加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，和外国的女龙较量，为国争光。外国女龙多数是职业滑手，他们是吃牛肉长大的。教练同志，我们是吃青菜长大的。说得对，你们是农家女，可能体格经验都不如他们，但是我们就是要和他们斗一斗，赛一赛，你们敢不敢呢？敢。欢迎欢迎张海南啊，欢迎欢迎。你好，来请坐。温教授，温教授你好。哎呀，您也来了，我可是太高兴了。我们乡镇企业有你们这些高科技人员的支持，那就更有前途了。这些年你们干得好啊，为农村致富走出了一条新路。也要靠曹新同志的帮助啊，他的科研项目帮我们赚了很多钱，我们准备给他发重奖啊。村长，你可别夸我了，我是来向你们学习的，你们对国家的贡献那才真正大呢。这话说得对，正因为你们是乡镇企业，具有一定的实力，才把我们吸引来了。你们这里呀，大有可为呀。李村长，我们是来学习实践的，还请多多指教啊。啊，都不要客气了，今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嘛。温教授，你们先休息一下，晚上村委为你们接风。哎，诸位，请随我到专家楼休息。哦，你们这也有专家楼？有啊。您看，这些年来我们这儿的专家科技人员越来越多了，为了给大家创造一个良好的休息环境，我们村里啊就造了一栋专家楼。你们真是想得太周到了，谢谢。行行行，再见李村长，再见李村长。行行行，哎，曹工啊，你等一下。哎，你和阿梅到底进行到什么程度了？达没达到60吨？嗨，快吹了啊！这怎么可能啊？怎么不可能？阿梅到女龙训练队当队长了，那位男教练要求十分严格，定了纪律，任何人不准回家。要是我们几个月不见面，还不吹了？只是见面少了，也不至于吹嘛。村长，在组织女龙这件事上，你可失策了。哦，怎么失策？你看，这批女龙队员说是在全县选拔。实际上是以银龙村为主啊，我们金龙村才只有2名队员参加，要是在香港大赛上得了大奖，不用说，银龙就是第一，你金龙呢？哎呦，我怎么就忽略了这个问题？哎，还有什么办法补救吗？有，只有掺沙子，派人打进去。派谁？派我。你？是啊。你呀，曹工，开什么玩笑啊！女龙女龙，人家都是女的，你是男的。哎呀，你听我说呀，据我了解，香港龙舟赛准许女龙设男舵手或鼓手，这两项我都在行，只有我去最合适，这样还可以一举两得呀。哪两得？一，要是得了荣誉，今年两村可以平分秋色。嗯，这第二呢？可以趁机和阿梅联络感情，争取大赛以后把他娶到金龙村来啊。行，你真不愧是智多星啊。好，就派你打进女龙。是。注意节奏，
休息时间推选两个人，一个是鼓手，一个是舵手，这两个主力是龙舟上的灵魂，一定要推选富有经验和善于指挥的人来担任。大家想一想，谁担任最合适？阿梅，选阿梅两个人最合适。对，阿梅最合适。好，我也同意。那舵手呢？舵手一定要由临危不乱、善于指挥的人担任。你们看谁最合适呢？还是我自己吧，我凤珍最合适，你们说是不是啊？最合适。凤珍吧，凤珍不合适，她训练思想不集中，她老公秋明天天都跑来拉她的后腿，昨天晚上她又偷跑着回家去了。谁是你的？哎，别笑，别忘了我儿是新婚呢。秋明要守纪律，训练是有纪律的，教练不是讲过，越是新婚越不准回家。以后秋明再来呀，你应该赶他回去，不准他麻痹队员的斗志。好了，都别开玩笑了，我们认真的考虑考虑，舵手选谁最合适？我最合适。哎，涛涛来了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来了。哎，你是来找阿梅的吧？我是来竞选舵手的。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训练？哎。队长刚刚宣布训练时间不准会客，你也追得太紧了。诸位，诸位，我不是来会客，我真是来竞选舵手的呀。哟，太好笑了！你是男的，怎么能参加女龙呢？这要是变成女的，那还差不多。要是女的，那我们的阿梅不就变成男的了？我怎么知道？教练同志，你好，我是金龙村的工程师，我很希望参加中国第一支女子龙舟队，为国争光。我知道。按照国际惯例，女子龙舟可是男舵手或男鼓手，所以我郑重要求担任舵手。嗯，教练，女龙队可以有男舵手吗？曹鑫同志说的是真的，可以设男舵手。哎呀，太好了，我也欢迎。曹鑫同志啊，我对舵手的要求是很严格的，可我们彼此又不了解，你是否愿意和我们训练两天，互相熟悉一下呢？当然了，我应该接受训练考核，直到你正式批准。曹岩同志，我们欢迎你。
程队员同志们，盼望已久的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就要开始了。今天，你们将带着全县人民的重托，奔赴赛场。你们是珠江三角洲长大的农民女儿，明天却要到国际大海去迎击风浪了。你们有没有必胜的信念？有。好，我受县委委托，陪你们一起到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去夺取胜利。出发。这可不傻，妈！阿梅，你可要为乡亲们争气啊！我在电视上看着呢，全村都为你们加油，一定要拿个第一啊！爷爷，你可一定要为我喊加油啊！要是我遇到困难，你就喊我的名字，我就喊阿梅加油。嗯，你能听得见吗？能，一定能。同志，全县人民可都在看着你们呢。嗯，哎。你可不能在电视上喊我老婆啊！哦，什么？不，到香港再拆开看。李村长开车把我接来了，你不是要出发了吗？爸特地来看看你啊！一来给你们送行，二来到这儿住两天散散心，还可以从电视上看你们比赛。村长，你想的也太周到了。哎。我听说李村长已经准备好，大赛一回来就让曹鑫和阿梅结婚，这不连曹鑫妈都接来了。你等着看热闹吧，我和阿梅早商量好了。这次要是赢了，我就买一只钻石戒指，送给谁？送给我未来的新娘子。要是输了呢？要是输了，那就你买。我买了给谁？给你未来的老公吧。我去动，哎呦，打劫的！你是你们的，在这儿可不能开这种玩笑，说不定啊，真遇上打劫的。就是啊，快跑啊！快走，快走！哎，等等我，快走吧。决赛的队友，加拿大的山鹰队，印度尼西亚的冠军队，美国花旗队，菲律宾的海狮队，日本樱花队，新加坡的闪电队，澳大利亚的悉尼队。另外，
还有第一次参加女子龙舟赛的中国巨龙队。让他们全都来看电视。哎，好嘞。现在大赛就要开始，各队注意，预备，预备。杨一龙不错，齐步可以。那头桑板呢？抢得不错。哎，现在啊，全县都在看大赛实况转播，他们哪比我们还紧张？队长，来了。只要赢了，丢十块也没关系。今晚童年会白酒庆功。龙舟邀请赛决赛季军是澳大利亚第一队，亚军是加拿大山鹰队，冠军是中国玉龙女子龙舟队。现在站在冠军领奖台上，高举奖杯的是玉龙女子龙舟队队长欧阳梅小姐。阿梅。
终于赢了，真不容易。咱们喜酒、庆功酒，一块儿吧！胜利啦！胜利啦！王村长可太谢谢你了，一会儿我就把新娘子接回我们金龙村去了。我也要感谢你呀。怎么，你把这么好的小伙子送到我们银龙村来？你想啊，你周镇长。周书记，你们二位村长都别客气了，我还要感谢你们呢。啊，政委已经决定聘任欧阳梅为镇经济开发公司总经理，聘任曹兴同志为镇科技开发公司的总经理。啊，真的？欧镇长啊，你这是不是有点渔翁得利呀？啊，哎，我是要把你们两个村联合起来，成立一个大的集团公司，这叫全镇一盘棋嘛。啊